谁吃蒜啊？致敬二十年的感情，我来了。致敬二十年的感情，我也来了。今天真帅，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的你。你，二十年前的今天，我们两个人私定终身。今晚，我将让你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。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一晚，夜黑风高。我孤身一人来到了你的身旁，我骑着我的二八自行车到车站去接你，我飞身坐在了你的后座上，我在前边蹬啊蹬啊蹬啊蹬，自行车原地没有动。我说，刚子，不如我们俩换一换呀。我说，种。于是我在前面蹬啊蹬啊蹬啊蹬，我在后边搂啊搂啊搂啊搂，尽量的搂啊。什么情况？车胎爆了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不要管它，我们两个人溜达溜达吧。你把我带到了你的小木屋，你从你的身上拿出了从家里边偷出来的户口本，我拿着户口本，连带着我150多斤，交给了你。可是你傻傻地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被你的150多斤砸懵了。我激动地拉住了你的手。我想激动地对你说，可是你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又紧紧地抱住了你的胳膊。我激动地想对你说，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于是我在你脸上亲了一口。我麻了。大傻子，你还挺会逗的你。哎，小米粒儿，他是你什么关系？他呀，我俩是发小。啊，对，发小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我们俩从小吧，嘣一下就长大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青梅竹马。对，青梅竹马。两什么玩意儿？两肋插刀。对，青梅竹马，两肋插。咋还干兄弟上去了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在这捣乱了，我们要上课了。啊，对，你们上你们课，我给你们记点啊。45分钟一节课。小米粒儿，你大滋滋哥好热情的。哎呀，他就那样，见谁都自来熟。哎，小米粒儿啊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有一个问题想问明白。啊，你问吧，什么问题？哦，晴天，你跟我说你要减肥，对吗？哦，要少吃饭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可昨天你请我吃饭，又对我说。巴沙呀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我是吃多还是吃少呢？
你犯病了你啊，笑啥呀？这个我给你解释，这个是这回事儿。他减肥告诉你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少吃。他请你吃饭告诉你啥呢？能吃多少吃多少是多吃，明白没？不明白。我们中国的汉语博大精深，一句话有好几个意思。比如呢？小米粒和我约会。谁跟你约会啊？我说的是比如啊，小米粒给我打电话，喂，小倩啊，你要早到呢你就等着吧，要是我早到呢你就等着吧。语气不一样，意思就不一样，明白没？我糊涂了，是不是糊涂了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是别说了，你别在这打扰我们上课。他说的很对，你知识很多，我以后要向你多学习。哎，你别向我学习，要向小米粒老师好好学习啊。哎，谢谢你。小米粒儿，你大滋滋哥很有耐心。哎呀，他那是招人烦，别理他。那个，现在咱们开始正式上课了啊！哎，你刚才不是问我吃多少这个问题吗？我现在给你解释啊。一个呢是强调吃这个动词，所以吃呢就是让你多吃的意思。所以这么说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那一个呢是强调少这个形容词，那就是让你少吃，限制量的意思。所以说起来呢就是能吃多少吃多少。老师讲的太好了，那赶紧喝口茶吧，一会儿来来来，喝茶。行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你猜我是让你多喝还是少喝呢？王倩那么讨厌吗？小米粒他太可爱了，你真幽默。哎呀，咦，你两口子什么表情啊？不是，刚才你俩嘀咕啥呢？顺风啊，哎，来来来，顺风你坐这儿。咋的了？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。哎呀，啥汇报啊？咱俩还汇报？你说。是这样啊，咱们家今年这个体检报告啊，哦，出来了。哦，好啊。那个，你看这是你的，我看看。你看是秦顺风，一切正常嘛？哎呀，我这身体，哎呀。好好好好好，那个这张是我的体检报告。哦，咋了你？你看一下吧。妈呀，妈呀，有个阴影啊！让你赶紧复查，赶紧复查去啊！大姐夫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复查很重要。去年我有个朋友也是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大夫说你这得复查啊，他没在意，就说工作忙啊，就没去。半年，走了，老快了。顺风儿。别瞎说，我就觉得生活一点没有奔头。我的天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赵刚子啊，我真是我不相信你今天怎么垂头丧气的呢。啊，你不是这种人呢，你在家里顶天立地啊，你是我们家正义的代言人呢，你怎么今天是这种表现呢？大姐啊，你带手机了没有？这呢。来来，拿出来。我这样，我给他录几句话啊。平常啊我工作很忙啊，我没有时间这么劝他啊，以后他再这样的时候拿出来让他听一听好不好，对你也有好处。来，准备开始。人生在世，重要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出了多大的名，重要的是你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乐观的心态，健康的体魄啊，然后你还得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你要经常的想一想身边幸福的事儿，这样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才能够一笑而过，然后重整旗鼓，这才是勇气。只要永远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，你的生命才会拥有一片阳光。录下没？录下来了。常听啊。大姐，哎，咱妈说是你们超市怎么着进了一批新大米啊？对呀。哎呀，你说咱妈也是，非让我来买，我多忙啊！我一天到晚的，你今天有活动哦，10公斤大米啊，才卖45块钱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
咱们的生活实在是一天比一天好啊。嗯，一袋大米才45块钱。对，而且10公斤呢。哎呦，便宜啊。嗯，哎呦，买买买买。哎呦，我看我差多少钱啊。我有5块，差40。那你这人吧，哈，每回到超市你都不带钱来。怎么了，大姐？不，咱都一家人，你替我垫上不行啊？行行行，垫上垫上，给我。给你干嘛？你给我垫45不完了吗？抠吧你就。什么我抠啊？咱们家房子首付的大头，街坊邻居谁付的？你。付的。我大姐就是欺负我，一家人都欺负我。行行行，里边拿去吧，里边呢。儿子，想吃什么？哎呀呀，儿子，你大姨家小姨的超市还有这事儿的呢？欢迎光临。哎哎，儿子儿子，你看，你看这超市服务员还有这样事儿的呢。走，妈妈带你买吃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哎，小点声，别吓着孩子。哎，他不能进。你咋这样事儿的呢？这是我儿子。拿我妈妈进超市买东西，把儿子放门口的，是吧，儿子？哎呦，这你儿子呀？啊，还挺帅的。叫阿姨。他不能进。哎呀，我们就进超市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出来了啊！哎，不不不不，不行！你看我们超市有规定，宠物禁止入内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拴在门口，等你买完东西再把它牵走，好吧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宁可把自己拴那儿，也不能拴他呀。这啥、哎哎？要不这样，我抱着，我替你看着。啊、哎呀，那不行，我儿子认生，你这样式儿的，还不得把他给吓着？你咋说话呢？怎么说话了？我咋就把他给吓着了？就你这样式儿，大家看看，他是不是把我儿子吓着了？我哪样式儿都得把他吓着了？这干什么呀？哎。哎，干啥呢？吵吵巴火的，大老远就听见了啊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别这样，咱们是和谐小区。哎，这位大妹子，谁呀？哦，我是物业。物先生，你来的正好。不是，等会儿，我不姓物，物业，小区物业。那你前面不加小区？对哈，应该加小区哈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小区物业，我姓赵。赵先生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他不让我们进超市。他为什么不让你们进超市呢？问他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呀，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顺风，为我欢呼吧！顺风啊，顺风，你要冷静，冷静啊，冷静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米。好的，好的，快快快，赶快！二米粒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有完没完了？啊，有完没完了？怀孕了，你有病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咱家有一个算一个，以后别叫二米粒了啊，就叫严姐弟，爱咋咋地。媳妇儿，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你怀孕了，给我上一点去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走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呀呀呀！天哪！陈志芬，哎，不是我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把这张化验单啊，拿金块给我裱上，挂起来。啊，挂哪儿啊？小区门口。大姐，大姐吧。哎。哎，把这事儿宣传出去，一定要让全小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二米粒怀孕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大姐，大姐夫，哎，替我们家二米粒高兴吧？高兴。好，以后你们两口子伺候他，就是2017年你们工作的重点。明白。哎，大姐，哎，不光把他的衣服洗干净，要消毒。好。大姐夫，哎，科学的膳食是你的任务。好，媳妇儿，你想吃什么？你尽管说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。我明白了，大姐夫，哎，满汉全席，放心吧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媳妇儿，休息，
瞧瞧。哎哎，一定一定。站起来，啥事也别管了，放心吧。啊，有你大姐夫呢，站起来，媳妇啊，站起来。哎，站起来。哎，老公，不对呀。哎，你这是怀孕，咱俩忙成这样是干啥呀？别说了，快站起来！哎呀，这么冷天你脱成这样不冷啊？不冷，我现在还出着汗呢。你咋这么大劲头子你呀？可能是中药劲儿上来了。啥事？是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我看你一眼，我浑身难受。我不难受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那啥，我家门锁坏了，我已经打电话过去叫人修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。你在这帮我看一下家啊！我有急事出去一趟。你干啥去？找谁去？我呀，啊，我找田笨笨去，约会去。你管着吗？小美丽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啊？你找田笨笨约会去，让我给你看家，你肚脐眼吹喇叭咋想的呀？过一看。那你再跟我厉害一个，你看不看？不看。你看不看？看。贱皮子吧，好好看着啊！白看呢？那你还想咋的呀？有点奖励呗。啥奖励啊？来来来来，我给你奖励，来来过来，有有有！哎呦我的妈！给奖励，给奖励，给奖励！我告诉你啊，给我好好看家。小美丽，你行啊！我要是给你好好看家，我就是你孙子。你走我就走，我住你家一会儿就进贼，把你家东西全偷光，最好把房子都扛走。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愿望。盗贼！哥，你不让我快点吗？不然你快点，你也不能把我排到呛里面去啊！上来你自己下盘不稳，不走。咦，那家是不是是这家？那按报修单上那就这家啊。这门咋还开着嘞？你不知道啊？咦，什么人啊？哎，有人没？有人没人？行了，说他家他打起来了。不是哥，你别害怕，我手机铃声。你都啥了？你说你啥铃声不好？你怎么咋抢了声音？那神经病！大老爷们嘛，铃声必须得霸气点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啊，哥，那个你先休锁，我要给你找找他们家人去啊。拜老人家不烦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有人在家吗？家里有人没？咦，小问题。说啥来？哥，你看这是啥？破录音机。什么叫破录音机？一点都不懂。这可是经典款限量版，已经停产了的老牌录音机。你也是。这么些年我一直收藏这种东西，所有的型号所有的款式基本上都有了，就差这一个我没有。万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我碰上他了。哥，你说这是缘分吗？咦，哪是人家的东西啊？又不是你的。那不是我的，我商量商量买过来呗。你想买就买啊，人家要不买你一本卖不了吗？我花高价我肯定能买过来。哥，你身上带钱没？我没带钱，我出门那嫂子把我身上的钱都搜光了。这么着，今天我先把它拿走。我跟他再练一下。啊，好嘞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嘞。哎，你没落东西吧？包啥的？我这记性啊，你要不说就忘着了，一会儿还得来。常来啊。这什么个东西啊？这是？怎么哪儿都有？哎，你追我包干嘛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男人包干啥呀？这包是我的，我的包。别拿人包。
我的，我走了啊！别拿人包，拿不到去。我给你撒手，这是我的包，你撒，我咬你了啊！哎呀，不是你别拿，哎呀，哎，他怎么包都拿走了？那你问他去啊！哎呀。没完了，你又拽我包。不是，我怕你重，我帮他拎一下。不用，这包我拎得动啊，撒手。我帮你拎、啊。不用，撒手，撒手，撒手。撒手！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要干啥呢？没干啥，没干啥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不，你来的非常是时候，你来的非常是时候。你离我远点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快点，离我远点。小米粒啊，你来的太是时候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啥事啊？我啥事儿？我找，让我想想，我找你啥事儿啊？不对，那个，你离我远点行不行？就是咱们不要搞交谊舞大赛嘛，你不是负责人嘛？我就有几个动作老弄不明白，我先。明天就比赛了，你教教我啊！行啊，现在啊，对，现在啊，那来吧。哎呀，这是、哎、我包也放这儿吧。行、哎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是前面放哪、啊？你改偷了是不是？哎呦我啊！你改偷了是不是？我发现你今天特别不正常，你知道？我今天特别正常。你往常不这样。不往常，我不太。哎，王小川。哎，来的正好。什么？我俩要练舞蹈，那个你帮我拿下包。对，哎，放下。哎，你也帮我拿下。拿不了，我有事儿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是这么回事儿，刚才我和几个小朋友弹玻璃球输了，喝了一箱加多宝，着急回家上厕所。哎呀，憋会儿了你。憋不住了，阿姨。咋的？让你憋会儿不行啊？你喝出心啥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包。你必须帮我俩拿着，对，丢东西找你啊。行，那个冒昧的问一句，里边有加多宝没？你还想喝？不是，我现在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再见着液体。没有。太好了，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再憋会儿，但我不敢保证我能憋得住啊。我不管你憋不憋得住，你必须把包看住，听见没？看住，听见没？看住，看住。这叫啥玩意儿？这叫我哎呀！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干什么呢？哎！干啥呢？拍综艺小视频呢。你看出来吗？我来帮忙的，男一号。我女一号。哎，是你男一号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来，我想问一下，谁是导演？王导。我听过乔导、方导和卢导。王导是什么导？他呀，是他吗？你拉倒吧，这是俺们小时候的王胖子吗？来，王胖子来，不是小倩，来，我跟你说，王导咱那个，你俩去上那儿背背词儿啊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还是家背背词儿？哟天哪！来，我跟你聊两句呢。你要拍什么玩意儿？公益小视频？那你拍这玩意儿，你应该找我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找张璐呢？张璐是足球队队长，我是保安队队长。你啥时候疯的？谁给你疯的？自疯的。你把那字去掉了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呀？这怎么呢？这导演脾气都这么大吗？不是我，我这意思啥呀？你拍那个什么小视频来着？公益小视频，公益好啊，公益好啊，公益我必须得参加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给我加戏，我必须我得一块演。公益这事是不是好？咱们得参与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想参演？下班了，来吧，你让我演吧。想想啊，你想演，行，
我给你安排个角色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谢谢。剧情是这样的啊，有一对情侣，站在你的面前谈情说爱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，一动不动，体现出你爱岗敬业的精神，明白没？太好了，这就是我呀，我就是一动不动。我跟你说，啊，情侣谁演的？他俩。不行，咋的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你们俩继续看看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啥玩意儿？你疯了你呀？啊，你想啊，你知道我对秘密那种感觉和感情，你怎么能让他在我面前跟一个男人谈恋爱呢？我还一丝不动，我能不动吗？不行，这样拍不行。咋的？我要求改剧本。改剧本？啊，咋改呀？我演男一。不是，你瞅瞅，秘密演女一，然后剧情好玩的地方是秘密追我，反差点在于我不同意，哎，然后他就死皮赖脸就追我，哎，我就是坚决的，我认真的，我都不同意，我拒绝他，我残忍，我别动，别动，哎，然后最终在他穷追不舍的追求下，我呢良心发现，最后我们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，好不好？你小脸儿，你明儿个别叫小脸了，叫大脸吧。我是在圆我导演的梦，不是在帮你做梦，好不好？啊？你看你想不想参演？研究嘛。不想不想参演？想想，别吵着，别吵着。想演就听我的，好不好？行行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按你的来。来来来，嗯。站好了啊！啊，一动不动啊！听着没？按剧本来啊！你们俩背好词没？好的，来，差不多。咱试拍一次啊！试拍一次啊！来来来，秘密，你站那边啊！啊，你往这边站点。操的啥呀？这不没开拍呢，你可以动动。来来来，站在这啊！你们两个啊，互相对望，深情的对望，产生了爱情。来，听我口令啊！张璐，你好帅。秘密，你好漂亮。张璐，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？王姐啊，下班了。对你回来的。我不渴不渴，别给我拿水，别给我拿水。姐夫呢？厉害了，沉不沉呐？